泽泻这个药呢，也是利小便，但是药性跟他们就不太一样。好，泽泻，好，也是利水消肿的药。好，那泽泻呢，味甘寒。诸位看本君的原文。好，那泽泻呢，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切片起来像车轮一样。好，一片片这样子。好，泽泻重切的。好，那这是消水利肿的药。那泽泻本身，它是味，它的性味呢，好，有甘，一点咸味在里面，好，因为我们在泡制泽泻的时候，我们会撒一点盐上去，好，除了要增强它的药性以外，同时可以让它保持久一点，都用点盐在，它有点盐味，本身泽泻就有点咸味，我们在泡制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盐，好盐。那这个药呢？这个像那个本经上面说，像你风寒湿痞啊，好，奶水好排这个排不出来，就胃奶有问题啊。小孩子这个小 baby 吃奶不够，妈妈的奶水不够啊，好，你用泽泻通通可以，好，泽泻可以当补药来吃，好，那这个泽泻原来的颜色它是黄色的，好，它入药。这个就是根作圆球形入药，那色黄的药，泽泻我们采上来以后，大部分都是晒干切片晒干以后，好烘焙，撒点盐烘焙一下，好烘焙一下用。你看那个主治，泽泻的渗湿利尿的药，主要的药能够足膀胱三焦的停水，好淋漓就小便滴漏不止，好同样可以利小便，能够消肿胀。泽泻这个药跟刚刚薏仁的药不太一样，泽泻这个药呢，病人是阴虚的，哦，比较忌用。像薏仁呢，阴虚的用很好，因为薏仁能够滋阴嘛，这种能够滋阴的药哈。泽泻呢，阴虚的人用不好，所以说如果是水肿是阳虚的，阳虚的水肿，哦，小便不利，说阳虚的水肿。好，我们都可以这个使用泽泻。那我简单的分别阴虚和阳虚，简单的分别。有时候病人呢，比如我全身积水了，对不对？积水阴虚的人一定会出现阳症，眼睛一看脸红红的，就已经讲完了阴虚啊。阳虚的人那个脸呢暗暗的，黑黑暗暗的，淡淡的，好，也没有什么人那个没有什么人的颜色，都是暗色，那个阳虚，对不对？眼睛一看就知道。所以阴虚出现阳症，阳虚出现阴症，因为阳虚的阴就跑出来了嘛，你这样子想就好了，所以用推理的方式，眼睛一看就晓得。哎，病人说我这个我积水啦，肚子很大，积水啦，好，很热啊，用电风扇吹，哦，很热，用电风扇吹，为什么？里面因为阳往外走，是阴虚阳才往外走。你了解我意思吧？从阳往外走，这个阳是里阳往外走，好，里阳往外走不是很好的现象，很危险的现象，啊，很危险的现象。那这种是阴虚阳虚，从这边都可以判断的出来哈。所以这个如果是阴阳俱虚呢，好，当然你两个都可以用，同时可以用。好，泽泻我们用的非常的多，经方里面有时常使用到泽泻，好。像我们猪苓汤很多都用到泽泻，好，攻坚排肾结石都会使用到泽泻。好，那个诸位看好这个里面的重点呢，在这个元素，好，硫元素是它能够入肾经，能够把去旧水养清水，利小便消肿胀，好，肾泻止渴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他老是这个利尿剂，这个会止渴，会止渴，因为它把你旧水排掉，你清水自然而然生出来。所以我泽泻也是我们常常使用的处方，好，常常使用的处方，好，哦，好，所以后面呢，你看这个药征，好，日本的经方家写的一本药书叫药征，他说主治小便不利冒眩痰止渴，好，兼把渴症可以去掉，好，这个水严重的时候，好，这个病人会有敏眩，为什么？因为肾气呢，它从后面它直达到脑部去，
啊，当你的水气很盛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，会影响到脑部，病人会敏眩的，啊，会有敏眩的现象。所以说，肾脏功能越差的时候，开始昏眩的现象越严重。啊，当昏眩到已经不能站起来，在呕吐啊这种，你肾脏已经几乎接近衰竭了，要开始洗肾了，啊，这种。那徐灵台呢说利水，好，这个消水利肿，好，能够把肿水肿都消掉，啊，那用量普通1钱到3钱，这是一般我们的处方的剂量，严重的时候我们都开了5钱、6钱啊都没有关系，啊，这个都可以使用，哦，注意看倒数第二行，好，41页，好。这个海藏曰：“泻浮水去流垢，所以它泽泻能够明目，因为它把旧的沉水排掉。”啊，诸位，你怎么知道身上有沉水？有的时候你说我老师，我脚也没有积水啊，我身上也没有积水啊，我怎么知道我身上有多余的水？身上有多余的水很好玩，水有时候老师你看我眼皮在跳，好。我们这个下眼跳浮啊，什么或什么啊，不是在中医的观念里面哈，认为说这就是水，水在皮下面你会跳动，肌肉会润动啊。老师，我没事，那个肌肉那边跳，就是里面有沉水在里面，这都是适合使用泽泻的时候，好，所以你如果说用天机，我们那个算命哈，眼皮哈上下左右的眼皮什么哈，活浮卧浮啊什么哈，那是算命的看法。那中医的看法认为说水有没有沉水在里面哈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那小便利的，那你小便小很多啦，啊，利的很多，肾气就会虚掉，好，所以人会昏目，好，眼睛看不清楚。所以我们泽泻之所以泽泻能够明目，是因为它能够渗湿，好，能够去把湿去掉。因为很多的眼睛看不清楚啊，什么样子哈，是肝主目嘛，肝主眼睛，那水生目的，好，肝主目，那我们要明目。要做明目的，我们是不是中医的观念里面是水生目，对不对？这个目就是讲的是肝，所以水很重要。那我们要水要去生目，沉水不能生目，陈旧的水不能生目，一定是新水，哦，旧的要去掉，新的才来。所以说，真正的新陈代谢的意思，你要把旧的排掉，新的才会产生，这是中医的观念啊，哦。你看一个泽泻，好，哦，它可以明目。是因为它之所以明目，是因为它能去旧水、陈旧的水，啊，所以新的和旧的50%要新的，50%要去旧的，这两个和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好的处方。那西洋人没有这个观念，西洋人只进不出，你知道？比如说我给你吃维他命 B12，哦，B complex 什么给你吃，这是纯补的，哦，你不会说吃 B12下痢的，不会，哦，吃纯。那你吃的药到身体里面有没有帮助？没有帮助。为什么？小便出来马上，你吃完小便出来马上开始变黄。第一个帮助让你小便变得很贵，小便很贵啊。好，哦，这个里面很营养。好，哦，第二个，它吃下去是不是跑了？小便出来都黄了，是不是跑到下焦去了？好，哦，那我们举例，你是个男的，啊，你每天坐到那边，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，坐那边坐久了，社会性就比较肥大了，因为坐那边很少运动啊。好，哦。那你又不断的吃啊，因为你瘦下肥大，你小便就平掉啊，你不断又吃维他命吃很多，营养又下去了，啊。那你想想看，你那个瘦肉线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游泳池，又有很好的水，那水不断的排出来，又有很好的营养在里面，当然癌细胞来了，你在制造癌症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过去呢，你看那个我们那个三轮车夫啊，或者是那个樵夫啊，好。那吃做苦力的，每天在那边走啊，扛东西，那都没有肾腺癌，为什么？他每天在劳动嘛，好劳动，啊，所以如果说你肾腺癌，你不要治疗，也不要中药，我中西都不要，可以，我给你换个工作，好，要让这个樵夫得了肾腺癌，你去坐办公室，那这个家伙好要坐办公室的肾腺癌好，你都要去做樵夫，他就好了，啊，所以环境一转变，人就好了。同时一定要把那个维生抗生素停掉，那个不是我讲说营养剂停掉，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的东西。好，那平常呢，泽泻你也可以好常常吃啊，但是也不要吃太多。你有小便有问题的，好，你不要吃的这利尿利太多了，
啊，所以一般来说，我如果看到这个病人常常跟我常常眼皮会跳或者是肌瘤跳的时候，放一点泽泻粉在里面，啊，就和在那个汤剂里面，啊就可以了，啊，那你如果说这个泽泻粉本身是甘味咸味嘛，好，你如果说老师我这个泽泻，我把这个这个炒青菜，我就盐巴我就不放了，用泽泻粉下去可以啊，还带一点点咸味，啊，也不难吃，好。42，你看著名方剂泽泻的苏澡饮，就是全身性的水肿，好，那个水蔓延到全身，好，那个水灾泛滥到全国，到处要你要到处要凿洞挖孔让水泄掉，好，还泽泻桑露、赤小豆、姜活、大腹皮、胶木、木通、秦椒、茯苓、槟榔、生姜，好，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方剂了，好，一个方剂，效果很好，好治水肿，好全身水气、全身浮肿。好，那就以泽泻为主。那其中当然了桑露啊，这种很凶啊、很凶的药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方子里面，它并没有写剂量，所以你不要自己回去配哦。好，就你大概有个概念就好了，不要自己老师现在出早已，老师你告诉我，我回家就配了。你不晓得你的泽泻，你都想桑露是很强的药。好，你药性还没有完全了解，你自己比例还不知道，你就把它等量配出来，吃下去就不得了了。好，可能你的岳父就把你凿地出门。好。通身的浮肿，我们有很多处方，这是其中一个。好，那像后面的泽泻汤，你泽泻白术哈，专门治疗这个心下有滋饮冒旋的哈，这种。那五苓散，好，你看治疗水分有热、小便不利，这五苓散和泽泻汤就是经方里面的。好，经方里面的。那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有个方子，好，叫做泽泻，哦。还有什么半夏，好，半夏这两个药，一个呢是能够止呕，一个能够去水，好，那半夏这个药也是很菌的药，好，我们咳嗽我们会用到半夏，好，水肿我们会用到半夏，好，那泽泻呢，现在诸位现在看到的是泽泻，好，它是这个阳虚的人好可以用，还有泽泻呢，利水利得很厉害，啊，利水利得很厉害，好，那这个如果中焦有水饮，我们可以用它，好，泽泻半夏，好，那白术呢？这边想了白术泽泻有没有？白术泽泻，还有苍术也配合泽泻，好，它的功能通通不一样，苍术，好，这里白术泽泻，各位可以看到了，好，我们再半夏泽泻半夏。恶心的积水，苍术跟泽泻呢，专门是解酒，酒客。你如果你爸爸好酒，嗜酒如命，对不对？你想办法把苍术跟泽泻配在一起，想尽办法到肚子里面去。那怎么样进他嘴巴到肚子？那是你跟你妈妈，还有你们家的事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好，但是真的是能够解酒。好，当然，如果我们配合其他老师。那他刚刚讲过的柴胡啊，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啊，我爸爸每次喝酒回来恶心啊，呕吐还吐了半天海，还要喝这个很固执。好，我们就加半夏，对不对？中药就这样来的，你知道？好，就是这样来的。